天，叫扣扣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妈妈呢？妈妈去给你买这个便当啊。那个。你要吃鸡腿吗？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来一只鸡腿吧。我很厉害哦，很强壮。一个人吃光光哦。扣扣扣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咦，你看那里有很大的巴士。对。哇。对啊，它是公车也是巴士啊，有没有很长？那你喜欢坐巴士吗？我喜欢坐公车。你喜欢坐公车？哎，你的头有一个汤马士火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那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妈妈给你买什么便当？买辣辣的好不好？不行。啊，妈妈在怎么在这里啊？已经买好了，才录一分钟而已。妈妈，我要肉肉。妈妈，你要买我的肉肉吗？好。没有。有。你要回家了。只有买一只鸡腿而已哦。可以吗？肉。肉肉。要吃很多才会长高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回家了。好，老板，拜拜喽。